多兰顿吧。谁跟他多兰顿？他们配让我出多兰顿吗？兄弟，你不会以为我打个黄金局你还得，我还现在都得出多兰顿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不会以为我打个黄金局还出多兰顿吧？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他们虽然有操作，但是我的操作绝对比他们更胜一筹。强者强的是啥？一级刚才啊，他如果敢让我贴身，我直接学一。确实挺恶心的。我得闪了，我操！真他妈的痛！这他不跟闪，他跟闪我就死呗。那咋整啊？那你说，就是这么难打，那怎么办啊？丢了个小车，还行吧。捷报了。完美。就是刀补的不太完美，出爪子，出爪子也太脆了吧！出爪子，而且爪子，爪子也行哈，就是太脆了。布甲鞋不用，你打威恩你就一套给他打废，不用布甲鞋，根本不需要。
嗯，这就把义救了。这为人其实不太会玩，玩的凑合地儿吧。正好让他推走我们。假装不杀，让包女儿要后，看他出不出来，出来杀他，不出来我们吃这波馅儿。他着急了，别着急呀、啊！他不着急的话，这波可以直接杀的都。少吃一波兵也行吧。2420。这小兵可能扛不住了啊。早点把他塔推了，我们能早点结束对线期。我得走了。我得走了。挺近了，挺近，加个皮海，这就不怕被他封着了。完事我们还比较幼，跑得还快 ，beautiful。这个威音什么意思？打吧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打。
我现在塔下杀他就一秒钟，不用多，一秒晕着就死。这还能行了不？等着他，看他来不来。不来的话，我们吃塔。来就把他杀了。蜘蛛是不搁旁边的，他干哈呢？蜘蛛也没搁旁边呀。我寻蜘蛛搁旁边呢。二塔没了，我们看看红有没有啊？没有，去帮队友吧。这根本也没一个像人的。走吧，抽门。这里有没有眼儿？来挺进 W A 接口，穿 A 换行为，我的天哪 ！100刀勒死。拍他的塔跟我快！什么辅助啊？攀升辅助。没关系，在这等卡莎，他不出来了，那我们就继续推，赶紧把下塔拔了，这样金克斯能发育。没关系，来几个人也没有用，我现在水银还那卡牌加蜘蛛伤害不够，这给他慌的，技能都放反了。这么幼的卡牌，我靠！闪现，好渣！他不敢上就行，我们撤。黑切蟹手，我卡牌好右啊，打了一波没打动，护甲还哎呦漂亮，阿古尼他也死了。
有没有技能？啊，这银军赏金呢、啊？我杀一个1000，杀一个500。现在对面的维恩就是俺们家金克斯。把这维恩杀了都。白给钱啊，这个我们一定不要啊。维恩心态爆炸了，我们家金克斯也一样。现在对面的维恩就是我们家的金克斯，再推一波。我是想 K 头，那你说咱来了，那不得拿个助攻啥的不也行吗？哎呀，怎么给我移到墙上去了？这俩英雄打人好疼啊！哎呦，我这么大个链儿！给谁了？给 AD 了。上去找他去，值钱了，多找他提提款，然后我们血手出来以后再团。等我们把血手做了，没事，这不能来抓我，最多他们就守守塔，回家出血手，血手出完就感觉出什么这把也不够用啊，我出个石像鬼吧，这都百分比掉血，血量装没用，其实得要抗性。血杀卡杀，我们有血手啊 ，OK， 全死、啊，不用交闪，罢了。来翻身也得死，大龙可以要啊。大龙吧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维恩不用管他，卡一手，对，金克斯推中，我们大龙，
他不能走，这人心态爆炸了，开送了。不掉血，挂烧。回家，真得来个石像鬼，就得巨幼无比。我们进人群，蟹手不触发之前打不动，蟹手触发了以后又打不动，这让他们一直打不动。无敌，一墙上就不好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知道他一定打不死我吗？因为他即使一墙上了，我跑，我后面都是队友，他一墙上了我就跑了。往哪走？哇！猴怒，猴怒坑，你们杀我！烫你猴子的，你杀我！敢杀我！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把小龙收了。这跑的也忒快了，包女儿应该是必死了。我们打一波跑啊，这不能再上了，先把龙打了。你们杀我啊！你们杀我，杀我啊！我看谁敢杀我，我看谁敢动我。我的天哪，你咋那么多惩戒呢？把中腿中塔拔了。剩两个人，维恩搁上路呢，可以推，推吧。去。我不管，我可不管。赶紧给我拿下。